轻的来，来来来，轻的来，帅哥来，帅哥来。那另外我也看到好多我们年轻的朋友在这里，那我也感到很高兴。那我们到美国来的第一站到洛杉矶，这里我们台湾的乡亲最多的地方。
地方。那一来就是跟我们的乡亲问好，二来呢，我们也要向他们报告台湾近期发展。那么同时也要听取我们的各位乡亲对我们的建议。那我们也相信说，在这一两天在洛杉矶的行程，将会是跟我们的台湾的乡亲也好，在很多的学者专家也好，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。谢谢哈，谢谢。蔡英文动算，蔡英文动算，蔡英文小英小英算，动算动算动算，蔡英文动算动算，蔡英文动算，小英小英小英动算动算动算，蔡英文动算，蔡英文动算，小英小英小英动算动算动算。谢谢谢谢，我们明天见明天见。谢谢。